的伤心，想到我再多一幕，再多恢复原状，拢是拜向我做叔叔。如今恩怨情仇，拢随向我做儿孝顺。唉，有咧叹气，我的叹气甲别人无共呢。我的探出红颜破了之凶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无负担的饮酒开讲，无习惯吗？这种生活真舒适，都是减一丝刺激，有戏吧？现在你我的修行已经死了，不如与我一同退出江湖，马好，这真老了。又继续甲外面这不长进的少年人，天下恐怕真无聊。咱两兄弟就一同享享清福吧。无心就生涯三红，哟，别无过，想未到你会来催我。先生，阮两人既决定替你，一同举杯庆贺吧。这杯酒我不能饮。你今仔日真无阿萨利哦，因为恁两人不能替阮。就问一下，我两个人要替阮，唔替阮，需要他人的同意吗？请勿误会，自从启蒙所见之后，魔界就面临战国时期，天魔又因接数不断，无法统治魔界，导致内部更加混乱。如今天魔既回归圣上。但愿气未复，有心人想胜气而立，因同是魔界一份子，竟是天魔录中的翘楚。希望您能在天魔召开大会安抚魔界人民之时，大力相助。行的，你想呢？天魔为人正派，魔界体系因为领导这样稳定，刘先生既然亲自要求，咱就帮伊一出吧。也对，也那无用讲魔界代志唔插，外界代志插一大堆。不过代替天魔有通感想，今次之事毫不为力，我明白。怎样？熊熊心血来潮，我看这条路可能是不归路。卖差呀！饮酒，饮酒，我打。假使天魔回归魔界以后，就一定魔变不起，为此众人担心之来。请圣母一开圣城，让众人一见天魔。是啊是啊，众人想见天魔，圣母你无权利阻止我呐！退下，退下，退下，退下！不明，既然国际时间有所出入，运动分手的动作实在太快。毕先生一度兼圣母兄弟度。这该如何是好？天母，我讲，咱即马应该徛伫倒一边，倒一边拢袂当徛，咱点点看就好。回下，回下，回下！什么人伫遐画油画料？平生尽铁如标风，一夜人在天下空。不用从天怀灵剑，何必醒悟斩英雄？谁要魔幻天魔，就是一万刀剑降魔最敌。其次，唯我独尊。
生变生变，魔界生辉，国人生怀鬼胎，魔界只要变天了吗？一句魔界之术，唯我独尊，这才顶为天魔，真正有办法再出比劫，整个魔界吗？